你今天去哪里啊？我们要去捡螃蟹。去河边吗？对。你想洗澡啊？洗啊。想游泳吗？洗澡。现在还不可以游泳哦。但是可以下水了。走吧，快点快点。我想游泳，不想跳水。嗯？我想游泳。我以为这摩托车。我以为这摩托车。你的脚可以游泳，但是你的身体还不能游泳。为什么？因为水太冰了。这个水不觉得能拿不拿得到？对呀、啊，三哥刚才说水没这么深的，是吧？嗯。进去摸。太深了，这个我下去吧。他说真的要摸，你看摸下面真的有哎。他说一把一把的，三嫂说。没一把一把的，但是有是真的有，你看。咦，我这里都看得到。对呀、啊，你摸个一两碗是没问题的，你看，是不是？大鱼了！哇，好多、哦！哎，真的有哎。我直接抓一个鱼了。真的一把，你看。这个这么多啊，今天，哎，看到没有的？大家看到没有的？来，而且很大了，河螺这么大一个，这里也有的。我捡的比你还大，你看，来来来，哇，真的有鞋子，对啊，好多垃圾啊，是不是？这是下大雨冲下来的，哇！我这里也有几个，来，我要给妈妈看我的收获，看我的收获，哇，你好厉害哎！错路了！不，我以为这边是硬的。哎，这什么情况啊？之前不是路吗？睡梦救我啊！救我！完了完了完了！这是我下大雨冲上来的淤泥是吧？我不行！要不要拉你啊？三哥三嫂就这里捡的吗？应该是的，我觉得这沙子里面能摸出来，你看，是吧？嗯。再碰到这两，这两这样的有两三块的地方就可以了。其实我们要求也不高，是吧？有一大碗就行。我第一次过来。那是肯定可以。你第一次过来呀、啊？嗯。好玩吗？那个是海边的螺，他说。海边的那种螺啊？那个不是螺。棒。八爪鱼。你骗人了你。哪里没有？你看。是这样摸啊？嗯。哎呦！什么东西啊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夹了我一下。玻璃啊？没有，不是玻璃，像水蜈蚣还是什么？哎，摸到这么大一个，好小啊！小的要不要？这个河螺本来就这么大，你要有多大？不行啦，今天收获不行了。哎，有啊有啊。有一碗了吧？有啊，一碗肯定有了。这还有一个。大小那里还有很多。两个小屁孩好不好玩？旭梦好玩吗？不好玩。为什么？没洗澡对吧？洗澡还没到季节呢，宝贝，到下个月去了，下个月的中旬差不多了，啊，还有30天。
梦瑶，你的小屁股脏了。我们下去吧。再扭两下。哦，妈妈，我找到你晚了，你晚了。这个是我跟大嫂捡的。洗了一下，哇，好干净啊！你看，有一碗了，有一碗了，马上。这个泡要泡两天了。泡两天。回去了，好像快下雨了，而且上面那个发电站在放水，现在水越涨越深，摸不了螺丝了，也有一大餐了。嗯，怎么这么臭啊？梦瑶去采了那个蛋呢，从这边回去了，去拿帽子。去拿你帽子。我采的蛋。妈妈拿帽子走了。